有一天，小螺丝伫涂骹伸出头来，开心地分阳光讲：“哇，天气真好！”这时阵，代志发生了，小螺丝气甲大叫：“搞啥物鬼啊！上硬硬伫我头壳！”一只鸟仔飞过来，小螺丝问：“是毋是你硬硬伫我头壳？”不是我，我的嗯嗯是安尼的。小螺丝只好跑去走去问，收藏上的食草的马先生，是毋是你嗯嗯伫我头壳？不是我的嗯嗯是安尼的。小螺丝问一只丫头。是毋是恁嗯嗯伫我头壳？毋是我，我的嗯嗯是安尼的。小螺丝哥问：马路空气的山羊，是毋是恁嗯嗯伫我头壳？毋是我，我的嗯嗯是安尼的。小螺丝哥问一个食草的牛。是毋是恁嗯伫我头壳？毋是我，我的嗯嗯是安尼的。小螺丝又搁走去问杜先生：是毋是恁嗯嗯伫我头壳？毋是我，我的嗯嗯是安尼的。看着小螺丝又搁走去问两只小鸡的伙计：是毋是恁人？一面讲一面行去，因人原来是这两只又肥又个大只的狐神。小螺丝想，哈哈，我知影是谁，会使帮我离婚就问狐神到底是谁？嗯嗯，伫我头壳。狐神就讲，你乖乖坐好，我来试看卖就知影。狐神就上一下，伊的头壳顶嗯嗯。你看到讲，哈哈，太简单了，这是大一只，一堆高大赛，高大赛，小螺丝终于知影了是谁，嗯嗯，伫他卡了，好啊好啊，原来是一只大只狗。大只狗真日若咧打醒睏，小螺丝就爬伊头壳顶厝顶上。后来小螺丝就徛对原对个落涂骹。讲了，安迪讲这故事是讲了乱乱讲。